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网络行销的第九讲哦。那我们一样啊，延续前面的，我们会请一位业界专家哦，实务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网络行销现在的一些观念跟正确的一些做法哦。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们今天还是延续前面几讲哦，请到我们金利整合行销公司的总经理啊，徐福松徐总经理啊，我们通常都叫他金过老师啊，跟大家分享。那是不是请徐总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好，非常简短哦。好，那徐总非常有经验哦，在这个数位行销哦，所以各位观众应该可以从这些的讲次里面呢，会得到非常多的经验呢，实务的技巧跟经验啊。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主题，就是现在很夯的，就是 B2C 的网络媒体的操作。B2C 网络媒体是目前大概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流啊，就是媒体啊，媒体操作。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介绍的四主题啊，四个小的主题。第一个会跟大家介绍的是B2C 的定位跟消费者的一个特性呢，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小主题。第二个小主题会跟大家介绍付费型的媒体啊，跟自然流量跟社群的流量啊。那第三个就是依照客群来做媒体的分类啊，会依照客群来做媒体的分类，跟大家做这个主题的介绍。第四个就会跟大家介绍行销漏斗，现在非常的 popular， 非常的流行的一个行销漏斗，大家去 Google 应该都可以看得到行销漏斗的一个介绍。好，我们就依序从第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请金过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B2C 的定位跟消费者的特性。 OK， 好，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主题啊，先来了解说 B2C 的一个定位跟市场哦。那其实在消费型的商品啊，有很多情况我们会去考量说，在市场上它到底是它价格是偏高的还是偏低的，我们会先去思考着它的定位点在哪里。所以有的时候业主来找我们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商品过来我们就能做行销活动，不是，我们要先去做一下市场调查。针对于在整个市场里面，我们会像简报一样画出这样子的图片。那我们会先去调查一下，在高价格的地方，在市场上产品的数量有多少，在同类型同规格的情况下，我们通常都会先去做这样子的调查。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波峰，会有一个最高值。最高值大家能够接受，就是说一般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如果今天我们的产品定位啊是在这个波峰的右边，也就是价格偏高，它的行销活动就不一样了，它就要着重的是如何去阐述它的一些价值，会去思考是它的价值那但是如果假设我们是在波峰中间，或者是波峰靠近左边，也就是价格是属于平价偏向于便宜的，我们就会着重说我们要去思考它的 CP 值，也就是所谓的性价比。那所以一开始产品的定位啊就会显得非常的重要。很多公司在做行销活动的时候，在他们产品啊都没有去做很明确的一个调查，也就是说在市场的定位很不明。那市场定位不明的情况下呢，他们就要去贸然去做行销活动，其实这个是会有很大风险存在着。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价格是比较高的产品的时候，其实你要花比较多的费用去阐述别人，去告诉你的受众说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你的行销费自然会比较高。可是当我们价格呢是比较偏向于中低价的时候，我们是走那个价格敏感的这个客群。如果我们将针对价格敏感的客群呢，你的行销费自然会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讲究的是所谓的市场能不能很快的传递讯息给我们的目标受众。所以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一边呢是要做一个故事型的堆叠，要让讯息不断去堆叠，堆叠出价值出来。那另外一种呢是着重在我很有效率的告诉你我的性价比
然后建立一个可信度。所以其实两个策略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所以我们大概统整规整了一些分成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叫做必需品，消费产品里面呢，我们有分成必需型的产品，像是我们平常上班啊、出去玩穿的衣服这种呢，是日常用品，还有居家的一些用品哦，家庭里面可能桌子啊、椅子啊这种日常的用品，那还有我们平常吃的五谷杂粮啊、食物啊这些，这些都是属于必需品。他们其实比较讲究的曝光是属于一种被动曝光或搜寻式或主题式的曝光，也就是说民众是有了需求之后他会主动去找这些产品的，因为它是刚性需求，也就是说当民众需要的时候他自己会去寻找。那另外一个呢叫做非必需型产品，非必需型产品跟上方的落差其实会非常的相似，但是比较偏向于进阶。举一个例子来讲，上面我们刚才有讲到的衣服，对不对？衣服有一般比较平价的，我们可以去那种大卖场买的衣服，但你也可以走到那种很高端的哦，你一定要有什么机能材质的啊，或者呢你的这个衣服呢要有特别时尚的造型啊等等的。所以这种当你要求到达更高阶段的时候，那种就已经非必须的情况了。当发生这样非必须的情况的时候，像是一些精品啊、娱乐啊，它其实是属于高端用品咯。像这种高端用品啊，你要引发别人的欲望，也就是说你要引发消费者的想要这个产品的欲望。当他你要引发这样欲望的时候，其实他需要主动曝光，因为消费者大部分我们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讲，第一层一定是先满足我们的生存跟安全需求，那在上一个阶层之后，你才会开始有一些自我的意识啊，或自我实现，还有在就是我们会追求品质这一块。所以某种情况下呢，像非必需品啊，非必需品你一定是主动引发大家的需求吼，要应该说主动引发到大家想要的这个欲望。那这个吼是我们在消费里面常会分成所谓的必需跟非必需品，必需跟非必需品哦。那非必需品呢，其实很讲究，就是主动去做一个曝光。那娱乐型的东西很多都是属于非必需哦，它其实跟生存比较无关。但是呢，其实这个东西很多人会花很多的费用啊、金钱在上面，这种就是属于非必需型的。那其实分成这两类型哦，他们的行销模式就会不一样了。我们在必需型的产品的行销方式是着重在一个可以被主动消费者主动在找的时候可以找得到我们，但是非必需呢，你必须要引发大家的想要的欲望，而这样子的状况呢，你必须要主动曝光，你要借助一些主动媒体才可以达成我们所需要我们所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两个哦，是我们在一开始在了解 B2C 市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说我们 B2C 的定位在哪里。当我们了解这个定位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说针对必需型它的 user 它的使用者会走什么样的行为，你才可以预先思考好你的行销活动。那非必需品的非必需品也就是像是一些奢侈品、精品等等的，那你就要主动的去引发他们想要的欲望哦。所以一开始的定位会取决于你的那个行销的成败。所以我们通常在做行销活动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要先做好我们的市场区隔跟定位。好，我想这个是行销学上里面都有提到的，就是你要先把自己的定位啊跟区隔啊受众先了解，跟你自己在市场的定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做好之后才能做到后面的一些媒体的一些内容啊，或者是一些选择的媒体啊，就会有不一样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想就先在前面跟大家做一些说明。第二个主题，我想就进来我们的流量了啊。其实就是有分付费型的、跟自然流量、跟社群的流量。那这些就是请我们的徐总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说明。OK， 好。其实，网络的流量，大概可以分成很多，我们在之前B2B 的课程有讲到这一块。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大概简单分啊，
我们以我们民众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来做一个区分。我们常见的大概就是付费型流量，付费型流量就是我们付费的这种广告，这种称之为付费型流量。第二种呢，就是属于自然流量。自然流量就像我们民众自己会 Google 啊，搜寻了一些东西吼，这种叫做自然流量。搜寻一些议题，我们点选进去，这我们称之为自然流量吼。那第三种呢，叫做社群流量。社群流量是什么呢？通常就是民众之间有产生讨论或做了一些分享的，这种我们称之为社群的流量吼。那其实吼，像这样子的流量，我们大概简单分成这三类。我们其实很多啊，很多情况都会很仰赖付费型流量，很多都会仰赖付费型流量哦。那这些流量的特性哦，我们大概简单让大家去理解一下。以付费型流量的状况来讲，它的特性是第一个，可以量化，可以掌控，也就是说你有多少钱，你可以买到多少次的曝光，然后有多少人会愿意点选你的广告。简单说，这东西可以用数字去量化，你钱比较多，相对而言你可以买到很多的曝光嘛。那这个呢，它的特性就是可控制性很好。那第二个呢，自然流量。自然流量你要搭配一些时事议题，或者是你要定期去写一些内容。那其实有一个名词叫做所谓的即刻行销吼，那它其实就是有点类似所谓的内容行销。当你在某一个产业写了足够多的内容的时候，别人会搜寻到你。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累积这个东西叫做自然流量。那通常一般民众要去累积这自然流量，其实是有它的难度在的。通常最好是要搭配一些时事议题，因为当你有搭配一些时事议题，再搭配你的产业的时候，那个自然流量才会比较明显看到它有所起伏。好，第三个呢，就是社群流量哦。社群流量的部分呢，我们要引发民众产生讨论。那这种哦，其实有一种叫做所谓的舆情。民众的那个舆论啊等等的，这种我们要去控制民众舆论，这种掌控度其实相对很困难。你要让民众愿意去讨论，然后讨论了之后点选进来哦。那这样子的特性呢，其实某种情况下，民众也不喜欢被媒体操控，民众也不喜欢背后有人操控，他们想要顺着自己的方式去做讨论。所以其实有空大家可以去看一些各大论坛，不论像 PTT 或者是 Dcard。或者是一些 mobile 01，他们只要知道这是厂商发的业配文，或厂商发的一些，带动风向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其实底下都会慢慢去戳破它哦。这是民众其实不喜欢的状况。那大概了解这三种媒体类型的特性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可以运用什么样子的工具来去操作它们。第一个哈，我们就以付费型广告来讲，我们在前面几堂课有带到一个东西叫做 Alexa， 它那个是 Amazon 的一个分析的数据哈，它就告诉我们了，在台湾流量比较高的网站大概就是 Google、YouTube， 然后 ET Today 啊，还有 Yahoo 啊等等的，那还有 Facebook， 所以其实哈，我们就要去针对这些流量比较高的网站，我们去查询一下可以投广告的。有开启广告平台给大家使用的是什么？那其实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从表格上可以看到，在付费型的流量，通常我们可以控制的像是 Google Ads、Google 的联播网系统，或 Facebook Ads、Facebook 的广告投放系统，在 Bing Ads、Bing Ads 是雅虎搜寻的广告投放系统哦。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运用在已知付费流量的情况下，我们大概有这三个比较。常见的工具可以使用，那当然额外延伸的我们就没有特别再多说，其实还有很多延伸的工具，但我们就针对于说它是一个在八二法则里面它占了 80% 的流量的这种平台，我们把它拿来做介绍哦。那第二个呢，自然流量我们可以使用哪些工具哦？其实自然流量我们要用的工具非常的多，因为自然流量啊，我们要借由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所谓的 SEO、SEM 哦，搜寻引擎的一个优化自己本身被搜寻到的一个能力哦，要优化自己的网站被搜寻到哦，这个哦其实就显得很重要，很多人都是在拼那个搜寻关键字的第一页，那这个哦其实往往都会有跟单月营收有非常大的一个明显的影响力，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使用这个。SEO 的工具来去提高自己的网站，那常用到的 SEO 工具有哪些呢？像是一些
我们分析的软体哦，像什么 Uber Suggest 这种，它可以去分析你的 SEO 的流量状况。那我们要去改善它的状况，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改善呢？第一个，你可以用一些比较 SEO 比较友善的一些程式，像是WordPress 这种 Open Source 开源式的免费的一个程式，然后搭配像 Yoast 或者是 All-in-One SEO 这些工具，让你的 SEO 往上拉升。那当然，这个呢，除了技术层面之外，你还需要有内容层面的东西。所以其实 SEO 自然流量这个地方非常的广泛。好，再来我们来讲第三种哦。第三种呢是属于社群流量，通常我们会去找那种流量高的论坛，像是什么 Mobile01 啊、PTT 啊、Dcard 这种会聚集到一群人在上面讨论的哦。我们会在上面去带动他们的风向，我们也不能说去带动他们的风向，参与他们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之中去做一些置入或者做一些业配，那这个呢，通常我们会藉由这种社群的流量来做这一件事情哦。那当然，这个前提是你的产品要有足够的议题啊，如果议题如果不够的话，其实也很难做哦。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在讲到他们媒体工具的部分哦，但是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啦，到底什么阶段适合去投使用这些工具，并不是说我今天有一个产品，这些工具我全通通要掌握，那当然这样也是有它的难度存在的。所以其实哦，像以付费型的媒体，它其实是所有时期都很适合拿来操作，不论你的产品在做所谓的一开始在开拓市场，或者是你的市场已经成熟了，我还是要不断的，我都还是可以用付费型的媒体。所以付费型的媒体呢，相对可以在全所有时期来使用。所以其实哦，某种情况下付费型媒体相对而言它的时间成本是最低的。好，第二个自然流量，自然流量比较适合当一个辅助型的流量哦，它可以帮你收集一些潜在的客群，也就是说我们运用一些长尾关键字，可能别人今天打家庭摆设，他就进到你的网站，但是你可能是贩售家具的业者，所以这个时候别人打家庭摆设进来，他纯粹只是想摆设，可是哪一天他要买家具的时候，他会优先想到你，这牵扯到所谓锚点效应跟我们的长尾关键字的部分哦，所以它比较适合当一个辅助，但是呢，它主要是收集我们的潜在客群。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社群的一个流量哦，社群的流量呢，它其实是比较偏向于中后期。什么意思呢？你的产品本身吼，你的产品本身是一个成熟的，有经过市场考验，它的缺点没有很多，或者已经接近一个比较成熟的商品的时候，你把它放到社群上讨论，其实是比较 OK 的。那如果假设你的商品还在所谓的制作阶段，或者是还有很多缺点的情况下，通常我建议不要任意的在社群上操作，因为网友非常的聪明，他绝对会漏收你很多相关的资料，会发现你这个产品没有那么的完美。所以通常啊，在社群这一块啊，会比较建议是在中后期，产品已经成熟了，已经是完整，可以让我们这个社会的大众去检视的时候，你再去做所谓的社群的操作会比较适合。所以呢，这三个哦，是简单把我们在网络上常见到的媒体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什么时机还有他们的特性可以拿来做使用，主要是这些部分。好，谢谢徐总啊，把流量跟媒体哦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不过操作还是要需要非常多的技巧啊，媒体的操作。后面应该有时间有会提到一些嘛啊、对啊，但不太可能讲得非常的详细完整了啊、因为这牵扯到很多因素哦，牵扯到第一个什么时间点该怎么操作，是什么客群又要给他们什么样子的内容，所以它的操作当然是会比较复杂的。对，我想用关键字啊、关键字就可以来搜寻到非常多的一些内容跟资源，不过这个只是一个paper knowledge， 你看完之后还要去做一些实际的操作看看，没错、才会知道它的一些问题跟如何去做优化啊、这个我想是比较重要，要跟大家再去做一些说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要跳到另外一个主题啊，就是客群，我们依据客群来做媒体的一个分类，是不是就这个主题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好，
其实这个主题哈，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哈，其实媒体啊是有它的一些受众，它有它的特定受众的哦。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很多的媒体，像电视台会有一些是属于小朋友会看的节目，有些是属于成年人会去看的电影，或者有一些比较注重市场的，或注重国家大事的，会常常看新闻哦。所以其实哦，媒体本身呢、会去阅读这个媒体，可以做一个受众的区隔。在网络上啊，也常常会有这样的特性。那其实大家通常在滑脸书会滑脸书吼，通常都会 follow 自己的一些喜欢的粉丝团，而这些粉丝团或者是喜欢的一些 IG 的一些网红等等的，你会去 follow 他们。那当你在 follow 的时候，其实间接的吼，像 Google 啊或 FB， 它会在你背后贴一个标签，它就会贴帮你贴一个标签贴上去，你可能是一个妈妈。你可能是有小孩子的妈妈，或者呢，你贴了一个标签说你对运动特别有兴趣，所以其实哦，这个媒体的分类啊，我们其实在我们都会运用媒体来去区分说我们的受众到底是要找谁哦。那媒体的分类通常我们会从哪边来判断呢？其实从网络上哦，那么多的流量，第一种分类我们会先从网站上来看，你这个网站呢、主要是给谁看的，像。我们可以知道哈，在如果假设你今天想要做一些料理，你可能会到一些什么爱料理的网站等等的，去那边搜寻相关的食谱。你在这边搜寻相关的食谱的时候，某种情况下你就被界定为一个烹饪的客群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哦，像什么锅子啊、厨具啊，或者是一些食材的广告，常常会对你投放。那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借由媒体来去做一个分类。当然，这些媒体哦，常常都会免费给你看到这些内容，所以他们呢也会把你的一些资料贩售出去。应该也不能说贩售，他们会把你他把那个版位哦贩售给广告商，像是 Google Ads 或 Facebook Ads， 他们就可以侦测到，你来这个网站，所以我就给你看到这个广告。那我们常看到的分类有哪些呢？这个分类哦，像是妈妈、亲子相关的，这个呢是最大宗的哦，很多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分类。再来呢，还会有一些是属于偏向于市场层面的，偏向于市场层面哦，像是一些商业啊、商管啊，你可能是属于一些高阶主管啊，或者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模式，他会去做这种分类，像常常看商周啊，或天下杂志的这种，他可能又会再归类另外一个客群。那还会有一种是专门追寻所谓的科技啊、3C 啊或知识的。所以其实哦，媒体它本身呢、会去做这些区分。那刚才我们讲到的，像我们常看到哦，第一个新闻网站它是做一个媒体的区分，然后刚才讲到 iCook 它也是一个烹饪食谱的网站。然后像 Mobile01， 它也是一个讨论区的网站，它可能就会被列在科技跟知识这一块。那还有像什么呢？ Insight 它也是一个知识型的网站哦，它会有放一些科技上的薪资。好，这些都是都用网站来去做分类的。但是我们在脸书上面其实也有这些分类哦。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呢，其实哦，我们在广告投递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特定粉专来去投递广告，所以也就是说某某新闻网站他们在 FB 有成立粉专了，所以有人会去追踪这个粉专的时候，我就可以针对这个粉专来投递广告。所以以前我们在用这个客群跟媒体之间的分类，我们会藉由网站去区分你是属于哪一个客群。但现在呢，大家的流量集中在哪里啊？集中在 Facebook， 集中在 Google 上面。那其实 Google 跟 FB 他们就会有一些分类的模式，他们会在上面去做一个分类。那以 Google 来讲，它的分类是依照网站的主题帮你做分类。那 Facebook 呢，它就可以依照粉专的性质来去做分类。所以某种情况下哦，这种分类的模式啊，是在我们一开始做所谓的广我们的那个市场区隔的时候，就会很重视这种分类的方式哦，依据这个分类来去制定我们的行销广告的投放计划。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到第四个主题哦，就是行销漏斗啊，来调整曝光内容这一块也非常的重要哦。好，
这个主题针对于行销漏斗的调整曝光内容，我们大概可以先区分一下。其实在这边我有简单列出来一个行销漏斗，当然标准的行销漏斗比这复杂很多，所以我这个行销漏斗是做一个比较简略性的一个行销漏斗。那我们就单纯分成四个层级，而这四个层级呢，第一个层级是陌生客群，也就是说他曾经看过我们的广告，或者是我们广告曝光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叫做陌生客群。一般来讲，我们投递广告做行销活动就是希望别人看到，所以最初的一种行销活动就是我让很多人看到，让很多陌生客群看到，这叫做初阶的广告。那第二种呢，就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所谓的潜在客群哦，潜在客群，也就是说他看到我们呢，在初阶看到我们广告之后，然后他对我们广告有兴趣，进而产生出互动。那进而产生出互动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列为潜在客群。那潜在客群意思是他对我们的广告有互动，所以他可能对我们产品有兴趣，但是不是现在会产生购买的行为，所以这个被列为所谓潜在客群。那核心客群的定义是什么？核心客群的定义是我短期内有需求，也就是说我拿着一个商品看了好久，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会把它认定它是非常有可能成交的一个客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列为核心客群，我们要花比较多的心思在它身上。那客户当然就是产生订单的，他已经跟我们买单，这就称之为客户。好，那我们这样区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思考一下我们要给予他们什么样子的内容。原则上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陌生客群我们要给予他的内容是什么？引发共鸣，也就是说吸引他的眼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完全跟产品无关，纯粹就为了吸引眼球就好了。那我们把他眼球吸引过来的时候，下一个动作是要做什么？你才要去跟他介绍说我的产品有什么好处，我的品牌有什么特性。所以这在潜在客群里面我们要去建立的，我们要去建立一个锚点，让他在消费者心中有一个认知，我们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品牌，我们的产品是一个高品质的产品，这东西要先在消费者建立一个锚点。那在核心客群的时候呢，他要买东西了，我们要给予他一点点的优惠，让他降低门槛，提高他购买意愿。所以通常大家在买一些中高单价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都会有一些溢价空间，其实他就是属于他已经知道你要买了，所以他在 push 你，促使你更快去产生购买。所以其实我们藉由这个行销漏斗的方式啊，我们可以针对这三层给予他们不同的一些内容，给他们不同的讯息。那以前我们在那种传统的行销其实很难去把客群分得这么细，甚至呢你把它分得这么细，你如何去界定很困难。但是在数位的这个领域呢，你网络上在这个页面停留多久，实际上背后都有数据可以追踪得到。所以呢在数位上面我们可以追踪得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藉由这种方式来去做出一个分阶段给予它的内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行销漏斗里面很重要一个环节，分出阶段，然后给他不同的讯息。好，非常谢谢金国老师啊，帮我们做了那么仔细的一些分析啊，就是流量媒体啊，跟一些客群啊，潜在客群、核心客群如何转换到我们的客户啊，利用媒体啊。好，那非常谢谢金国老师，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谢谢大家，谢谢。谢谢。